众朋友，为您插播一则最新的消息。新北市某间知名网红中古车商在中秋节时突然发现自己省吃俭用分期购买的进口车，竟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惨遭员工恶整，全车都被贴上了贴纸。而老板在事发当下也只能望车兴叹，欲哭无泪。而这台价值600万元的进口名车，接下来除了要面对上路后的指指点点外，恐怕还得承担贴纸撕下后漆面受损的折价。讲你们影片看到的都不是谁的，你们以前从以前看到现在是都神婆，我真的不知道。ご覧の番組は CO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 Dash S 3，地表最高 CP 值行车记录器。嗯，现在老板把车开走了，开始哦，是了。今天是9月23号晚上，晚上几点？8点44分。我们跟老板的原本已经计划好了，小师的身份要怎么用，就是我要把台康贴满他的脸。对，结果没想到他今天回国，刚刚把台康开回家，不知道是哪个人帮他洗好车，然后让他有想法看到，干净了，那我开一下，耶！马上就把台康开走了。不过我们原本现在应该在贴，现在应该在贴。然后很妙是老板娘还问了他，你今天要不要开菲亚特吗？结果他还是开了，他还是开台康走了。对，所以我们还是先拍个开头，让大家看一下贴纸。我们原本都设计好要今天晚上要贴了，然后明天中秋晚会的时候300多个人面前弄它，这样总不会生气了吧？要生气也不敢生气啊，太多会员。泰森，你借我过一下，太远太远了。台康就那么长啊，我有什么办法？没有没有没有，这是分开的。我直接不见了，我直接消失了。这是分开的。先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一块最大的贴引擎盖，这边是要贴引擎盖的。这只有一张，这个车门，这个也是车门。啊，那个猥亵的圣诞老人是车尾。就是我们预先想好的是这样，对对对。正常来说，我们现在应该在贴，应该在贴这些东西。干，只是他把车开走，到底为什么把车开走啊？不是啊，那平常都不开，为什么今天这样开了？就说了，老板娘去年有讲过，他每次都会有奇怪的预感。对啊，可恶。然后这些贴纸太大张，又不能贴在菲亚特上面，对啊，因为菲亚特车太小台了。600万贴着开路上才戳啊！不是还会这样？哎，算这怎么开？开光有个包青天。开封有个刀片，我觉得你用刀子也蛮可怕。我专业用刀你的专业在哪里？我以前在全联上班，靠一只刀打天下。真的假的？你有资源输赢吗？哦，好，这个是要贴车尾，这个字也是，然后这个是车门，这个也是车门，然后这个是前面，反正哈，现在我们的计划是失败一半，还没，明天还要想说请板娘叫他早点来，然后我们想办法把车开走，然后来去贴，可能会赶在 Q 他活动的时候，活动的秘密生日计划。对，其实我们本来是想说等一下偷偷跑去他家帮他贴，但考量到他明天还要开车，对，开着这东西从他家再走国三来公司，我们有点害怕。对，我怕影响到明天晚会大家的气氛。对对 对, 對，我们还是我们还是明天再联好了。不然老板娘其实是说可以的，她是希望我们去的，但我们还是保守一点吧。毕竟喇叭老板嘛，有点害怕。不是啊，泰森，你到底查到这个店家的资讯？找到。在这边感谢那个哈伯专业车体包那个海利尊彦他们，海利亚已经即将大叶林，所以我们也找他们帮忙。但是因为我们太临时了，所以他们本身有业务要做，没有办法帮我们贴。但是他们很迅速的帮我们大图输出好了，那我们知道然后来自己贴了。所以我们就等看明天中秋晚会顺不顺利吧。然后我们再拍他现场会有什么反应？感觉他会生气吗？会。想都没想，直接说会。不会啦，因为有300多个人观众在台下看他，他当下当下是无法生气，无法生气的，当下是无法生气。下来就会，他会怎样？他会先看到啊，
哎、欸，干、欸、啊！车怎么贴这样啊？我靠！我的台康啊！我帮我贴这样子，来，谁贴的？好好，我就看明天他会不会这样，看你中几句。明天见了，我们会见了。现在要去准备老板的惊喜。对，咱准备砍掉赛鬼还是安尼只冲？无啦，直接冲过诶！哇，先开啊！砍掉赛鬼，砍掉你看得到？看不到。啊，是没那么厉害。好了，那我打开喽。好，打开，打开。好屌！哎，我是什么？狮子座主。这一周是我的生日周，啊，下面先弄，生日快乐，请跟我说生日快乐。那大概什么时候开过去？等他们 Q 的时候，我们就好好好，等他 Q 一下，我们就准备一下。好，来，有想法的请举手，哎，全部都举手，是不是？我说了一句话，让小吃老板笑翻的这句话是，请亮牌，生日快乐。你们影片看到的都不是谁的，你们以前从以前看到现在这都是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最讨厌的是怎样，你知道吗？我原本昨天晚上要贴，他昨天开车来回家，他平常不开，昨天就要开，气死我了，难受了，我不要开了。感谢各位来宾，谢谢。Yes， 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因为今天中秋活动里面刚好有安插那个老板的生日惊喜，主谋的话是老板娘跟阿呆。那我来问一下老板娘，就是因为他们都在意大利嘛？对，我们在意大利玩。然后其实，在意大利之前，阿呆就有问我说，就是要怎么样子整老板。嗯。然后我是跟他讲说，比较戏剧化一点，就是例如说，可能抓到我偷吃啊。那我跟我们讲。找到我偷吃，然后之后呢，就在汽车旅馆捉奸，然后呢，就帮他办了一个 party， 然后觉得有点可怕，可是感觉观众喜欢看这种的，你知道吗？对对对，重口味。对啊，就比较重口味。反正这个计划没有，后来没有。对啊，对，后来就没有，然后就走一个很温馨的路线。对，车本来是昨天要贴，嗯，但是后来变成今天贴。对，我知道是因为小师他突然说他要开保时捷回去嘛。你没有说服他说要开飞亚？我有问他说，哎、欸，你要不要开飞亚特？可是他说他手机没有电，然后所以他没有看到我的 LINE 的讯息，就他没有看到我说要不要开飞亚特这个东西。他没有问你说为什么要开飞亚特？他没有问哦，因为我问的方式是说，哎、欸，你有没有想开飞亚特？因为呢，为什么？因为他在意大利看了很多飞亚特，他又说他很想。
想开菲亚特、对，所以我就是故意这样子问、结果手机没电、对，手机没电，错过直接开回家，对，他直接开回家，不过他现在我觉得贴着也还 OK 了，就预想中的样子一模一样、对啊，就差不多这样，可是应该是好撕的吧，确定吗？哦、那就好，哎、还有你们蛋糕去哪边订的，怎么可以订到这么多蛋糕，是那个时候是芒果去订的，他是去哪一间订的不知道，要问他，他好厉害哦！阿丹好像说订三层就好了，然后想要穿一点就订六层，就六层。我跟你讲，六层蛋糕差不多300个人吃刚刚好。对，刚刚已经分完了。对，几乎每个都有吃到，差不多，而且都吃蛮大块。所以三层的话就只有150个人吃到，所以还好有订到六层。哦，那这切到好累哦，切到会胖。对，切到会胖，切到手都黏黏的，切到手都是奶油。对啊，好啦，我觉得不错啦，请跟我说声生日快乐。等一下不知道开回家的时候会不会有人？这是谁想的？哪个王八蛋想？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没有人敢承认，没有人敢承认。但厨是泰山做的，贴的有够烂，还有气泡。本来是昨天要贴啦。就让你们猜不到。昨天本来想晚上到你家去贴，我早上发现更硬。后来我们觉得不要这样子对你比较好，太丢脸。每年生日都搞这有的没的，搞点正经的好不好？那这样明年你有想要达成什么吗？明年看有没有机会。我早上生日那一天门一打开，哇，媒体部帮你准备了一台法拉利这样。纸扎的，纸扎的，干，老师哎。好啦，开了4天了吧？丢脸死！我又没有贴隔热纸，停红灯，然后看到那个骑士在那边叽叽喳喳，叽叽喳喳，还有两台朋友并排，还有那种停红绿灯，那停在你旁边，然后这样，很丢脸哎，不错吧？然后我停在我家的外面那个停车格啊，然后有一天晚上，我跟老板娘出去，想说去 Seven 买个晚餐吃，邻居走出来，一个欧巴桑邻居，看着我长大的阿姨啊，真的生日快乐！他一定是看到这上面的，什么鬼东西？我还没贴膜嘞，应该可以撕掉吧？生日过就可以撕了吧？今天呢？今天过了才可以、可以撕了，是不是？好，终于，我跟你讲，我今天要去信义区吃饭了，我绝对不开这台去了，开一下啦，太丢脸，开一下啦，信义区又塞车嘞，可以啦，没有啊，今天还没过12点，还不算呢、丢脸死！干，开这去尺度太大了啦。就开一次嘛，最后一次了。我本来想说我们有 M X5 开 M X5 去就好，还是开我的500去也不错。500好久没开了，很想它。先开这个啦，你都在充电了。你要回传那个停车场的照片了。对，看那地方，今天新一区车一定很多。停一下，开一下啦。你看人家想说我他妈多想红，我没有呢。我想退休，你忘了？还想弄，丢脸死了！而且我还没贴膜。哎，这是到时候去，干脆就撕掉，顺便贴犀牛皮。对啊，我想说犀牛皮是不是要先贴？等大包来再叫他再补就好，不然再降下去我等不了。那大包快来了，大包快来了。对对对，寄出了，寄出了。好了好了，先这样。好，干，真的要开去哦。贴贴纸的感想是什么？丢脸死！现在塞车，我现在很痛恨停红灯，因为停红灯你就会觉得旁边应该在看。像昨天晚上停那个，我们在停红灯，然后机车从后面这样子骑过去，然后骑到我们前面，然后等红绿灯，然后我就有听到他说：“这个是小司吗？是那个卖车的，不不不之类的。”尺度太高了，而且阿呆，我说我们今天去信义区吃饭，阿呆说必须要开。阿呆真的很会为难你，尺度真的很高。我开这个车开在路上，我真的很怕停红灯，每一秒我都觉得很煎熬，因为车会停在旁边，然后你看觉得那个目光都很奇怪，太高调了。你不是喜欢高调的吗？我什么时候高调？我很低调呢。我觉得你很爱偷偷的高调。旁边我都觉得旁边开慢慢的是不是在看我的车？没有，我觉得大家看我。如果我跟你讲，如果是我看到一台车这样，我就一看。真的有在看。我就跟你讲了，我刚刚看有就是副驾驶座，然后他就在那边看呢。一定会看，好不好？他想说，这怎么回事之类的。丢脸死了，每年都要搞一个出头。去年是要丢一堆蛇进来，不要冲杀小。去年我们失败啊，今年差点也让你们翻船。我们有随机应变 ，OK。至少有小翻吧。而且其实那一天我有发现，那天我们把车是不是停在楼下加油站，然后就发现你的车不见了。对，我发现我车不见，我还跑去看，奇怪啊！然后我四处找，我想说他们可能把我车移去其他地方。然后我还到处找，到处找，奇怪，我车不见了。可是因为现场真的有点忙，我就想说啊，算了，我就没有问。要不然其实我有在看，说我车好像不知道跑去哪了。问了你的答案也是说，哦，我们把车先暂时停在哪边哪边之类的。你们都
塞好。对，我们塞好啦。因为我一定会看我车不见了啊。而且那时候我跟阿呆两个就在模拟，就说哦，如果你的话会就是会问你的车在哪吗？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们已经想了很多个版本。烂透了！我现在在信义区的路上还在塞车，丢脸死。如何？丢脸，赶快走，赶快走，快点！不要，丢脸死了，慢慢走，快点。Best is what suits you. 性价比，出门在外只有圣帕斯。